我们今天要吃的是一个四川菜，然后是四川的朋友都跟我们说还挺正宗的一个很特色的美食，叫做手撕兔，手撕烤兔，手撕兔。一开始先是拒绝，一开始其实是拒绝的，但是就说据说特别好吃。王妈手撕兔好像就是正宗的，就叫王妈手撕兔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尝一尝，跨出了第一步，走。有一句话说，四川是美食者的天堂，是兔子的地狱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吃的是手撕兔。手撕兔怎么可以吃兔兔？有兔肉，然后是烤的，然后干辣椒，花生米拌的，还有那个看起来就好辣，上面还有辣椒籽。我们俩也是第一次吃这个。我小时候吃过兔肉，然后都已经没什么印象了。尝一下，好香啊！一种熏肉的香味，熏制的肉的香味。然后我本来以为兔肉会柴，但并没有，就干特别嫩。对，它其实有干香的部分，但是有很嫩的口感。因为那个皮儿嘛。对，我吃花生。烤那个焦皮，那小兔腿儿。那我尝烤。哇，这是兔腿吧？嗯。哇，真的很爽，有骨头，有点清爽。嗯。对我每天都是一种煎熬，饿死我了。嗯。它是外边有一层皮的那个口感。烤焦了。然后里边的肉很嫩。哎，你尝口这个，还是蛮辣的。它是香味儿，它是熏制的香味儿，有那个，你能吃到那个，就是木头熏制的木头的香味儿。它比我想象中的软，对，就稍微软。你看，这是外面那层皮的部分，加上肉的部分，这很分明了。哎呀，好吃，麻辣的。还有五香的，我们点是麻辣的。花花生米的，很脆，花生米很脆，冒菜，就是豆皮儿、土豆、五香肉，够吃了，这是土豆、花菜、土豆片，它应该有青笋，螃蟹底下吧，冬瓜，我吃了土豆吧，尝着辣辣。享受的表情，我得躺了。特别面，这个土豆很好吃。我以为是会吃脆的呢，结果特别面。你吃个冬瓜得了。怎么时不时的就？你尝一个冬瓜。没有，我尝一个。烫啊，小心。很香，然后麻香麻香的。它的料真好，是对，吃过的特别香，那个味儿。没有那么辣，不会只是辣，不会只是辣，对，很香。这是怎么调的汁儿啊？因为它加了豆豉，豆豉本身就很香。其实咱俩吃的就两碗米饭就 OK 了。说到米饭，他们家的特别有名的推荐菜是，竟然是蛋炒饭。你不就刚刚吃蛋炒饭？他们家蛋炒饭还有一款是加了那个香肠的，咱们要的是蛋炒饭。你买不起吧？你看。这个米就是有点粘性的米，炒完了，然后比较有特色的是它的这个蛋，都焦黄了已经。它那个焦黄的成分多，一般都是饭店不会让炒出这份多一点，显得不好看。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为了香吧。香，很香。快，你吃一口，让它就一口冒菜，简直太爽了。好吃。哇，炒过味的呀，放了盐还是什么？放了盐。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行了行了。这个配冒菜，就都很好吃。
我等很久也是值了，饿的我呀。嗯，这冒菜不错，没有那么辣。偷偷尝了一口，你最爱吃的午餐肉是吧？嗯，我还是午餐肉。你要不要尝尝这个炒米饭？好呀，既然你都听到我的，行行。尝尝，真的很好吃，就是除了盐咸味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很香的味道。它这个重点是在那个炒鸡蛋上，对，鸡蛋很好吃。你说鸡蛋加什么佐料？怎么炒得这么香呢？炒得很香，可能一定要就是到这种焦有点焦的那个程度，才会把、那个。但是这个火候很难掌握啊。嗯，就是再这么一下就火了，就。嗯。看拌面吧。还有一个我点的拌面，这个就是豇豆。嗯嗯，然后花生碎，肉末，嗯，熬葱花，对。精准的对上勺，呛了，辣吗？超级辣吗？有一点点偏甜的那个担担面，哦，甜味儿，担担面有点甜辣甜辣的，很好吃。因为它那个面的口感它不厚，哦，这个面吧，软糯是吧？这个面很滑，嗯，你看它有弹性，很爽滑，这个面好吃。哎，这个面好吃，就比放了一点玉米，这个颜色好像是的，嗯。嗯嗯，它也是，嗯，拌料特别好吃。就是拌面的拌料特别好吃，嗯。刚才我的试图凑近溜进厨房，但是没成功。很麻，很辣，然后很香。嗯，就是那个辣味没有抢到那个香味。哇，一般就是川菜如果做不正宗，就是太辣了，让人感觉不到香。满人都冒汗了。你还是那个龙龙味，怎么不能吃辣？这个唯一好像北京还挺少见。嗯。好能，这豆奶能解辣吧？好能，可以，可以，去。我要吃吗？嗯，好喝。请你说句话，拼命我吃了好吗？可以啊，吃吧。这个好吃。